我是看 Steam 上面一些那个恐怖游戏的页面，就无聊翻到这，哎，这起杀回怎么感觉这么中国风？哦，就忍不住买了下来。好啦，我们直接开始了。哎呦，翡翠隧道，雪山隧道，你们都怎么直接简称？雪隧道。啊，你们会不会直接那样很快的念过啊？雪隧道。爸爸，哎呦，中文。还没哦，萌萌，我有一个女儿啊，幻想出来的。爸爸，你今天吃药了吗？还没，我那批有点纯，可能要晚一点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哇，去死吧呢！哇，翻车了，腾云填海了。腾云填海。哎呦，我醒来了，这应该是我女儿，萌萌，你要干什么，萌萌？啊，萌萌，哇，那手电筒看起来就像以前我当兵在用的。哎，中文配音呢？哎呦，恐怖游戏选手有中文配音呢，会不会配得很好笑啊？画质一直是480，我看一下我的。哇，我的是1060，你要不要重新整理啊？我的是1060 60P 耶。啊？你终于又回来了。把石板还来！我靠，手电筒原来这么小一只啊！小型迷你手电筒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他头不见了、欸、快速转身 X， 三小，哎，滚床单的声音，没事，你在哪？啊，不是滚床单的声音哦，恶心，还好啦，实感强，我免疫啦，有没有觉得他很可爱？在干嘛？哦，还要躲藏哦！原来要躲、哦，到等一下会有鬼来追我，是不是？柳先生的日记14，疯了，全都疯了，楼上铁定出大事了！我、哦、靠，还有 QTE 哦！我按错了。D 都随机的 ，S W D， 哇，追来了！哦，哦，嘴巴那么大颗 ，No， 哦、oh ，有鬼！身手敏捷，这个成就还蛮好笑的。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我回家了。Hello， 先这样子。游戏到底要玩多久啊？希望不要太久。白痴吗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把戏玩个一两次就好了。你要是每个都这样子，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有防备心了。哦，已经更不用说恐怖了。你就已经有防备心了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、啊。哎呦，兔子、欸！哦，你们就说捡到这个之后，追逐战就开始了，是吧？哇！不许上去！谁也不许上去 ！S 啊！我按了呢。
哦，超屌！哦哎哎、太快了吧！WD， 我好，我们就跟他慢慢走了，反正他最哇，他走那么快，干海牙骨，快还要更快，我靠，这家伙啊，跑步啊！这里 ，Yo。这怎么解啊 ？Oh my god！ 啊！一个白痴来了！看你老师，不要闹了啦！我要死了，谢谢大家。直走。哦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 ，Holy shit！ 存档，这边应该就不有鬼了。擦。我嘘，陈妈不要再来了，陈妈回家睡觉，陈妈滚蛋，所以咖喱老师 ，Oh my gosh， 是你毁了他，毁了英子。柜子下面。妈，蹲下！你冲三小，还哪里？肥仔，快点，快点！肥仔，肥仔，快乐肥仔水，快乐肥仔水 ！Oh my god！ 我死了。Hello！ 死去。小姐姐。Oh my god！小姐姐，完了，新鬼报道，我是不是要开始有两只鬼在追我了？嗨，安安，绑起来，放开我，夫人也救不了你啊！这时候，哦，就是那个啦，我被贴脸杀的那个地方。啊！他们这些人会不会被水泥被埋在水泥墙里？干你老师欸 ！No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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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回头啊！快点快点！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！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我，你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你看不到我，快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实战大哥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才是正解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不到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拜托，还需要躲什么柜子？使用念力就好啦，难道我有特异功能，我还要告诉你吗？搞什么东西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特异功能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啊，奇怪，刚刚的特异功能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不能发功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收工就骂脏话，完了，怎样？你看不到我？
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看得到我，你看得到我，干！什么？为什么火变青色的？我 ，Hello， 干新的鬼啊，女鬼！我要使用你看不到我之术了哦，我看到了、欸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个比王勇还恐怖哎、欸。现在来，你叫我怎么办啊 ？No！ 我不玩了啊，烂游戏！肥仔振作啊，肥仔！对，肥仔乖。这游戏很多这种本来不能拿，要触发剧情才能拿的东西。最主要主角跑不动，这个就让我很扣分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塑造成主角很烂的一个成那个很烂的一个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要有逻辑，你要有逻辑啊！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，那么跑四步就喘得跟猪头一样。比如说我们男主角是瘸子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样说得过去啊，跑三四步。顿一下，跑三四步顿一下，可以吧？那就手脚这四肢正常，跑四步就气喘吁吁。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我都没有在运动的人，搞不好都还跑比较快、欸。Nice， 还愿二，哎，子雷安安，这边好像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想说，这东西可以把它拿起来，居然只是个展示品。还是说他对到影子？我怎么会觉得他跟影子有关系啊？那可是对到影子又怎么样？看看 ，Oh my God！ 看你得嘞！我操！我操 ！Oh my gosh！哦，这边会死十几次啊！不是已经？你干什么东西，大哥、啊？干，白痴哦，傻小啦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夫人，夫人不要。终于啊，过了过了过了。好，第二章的铺陈。萌萌，你又要去哪啦？萌萌，听话，萌萌。该不会二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是在追萌萌，追到他一直往上爬这样子？有没有可能？是什么？蒲公英？AV 女优光碟片？
老爷的那张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你是谁？戏班，二楼的戏班。哦，哦，接下来就是二楼的戏班是吧？